喂 ，Hello， 波姐。依姨啊，哦，佢正话觉得冻啊。咁多时间嚟，番薯含糖水。先用一斤黄心番薯批皮切开佢，切几片姜，加水煲滚佢，大概半个钟至45分钟，加适量嘅含糖。黄心番薯可以健脾益气，可以帮助排毒，姜温性嘅，咁佢有发汗解表嘅作用，同埋可以止呕嘅作用嘅。好轻微嘅感冒啊，譬如流鼻水啊，甚至乎鼻敏感啊、打乞嗤啊咁样，系好有帮助嘅。再送一个小小的 tips 俾你，喺中医嚟讲咧，生姜同埋红枣咧就好似一个情侣咁样嘅，佢有调和气血嘅作用，所以你喺煲糖水嘅时候咧，落多3至5粒嘅红枣落去咧，那个效果咧就会更加理想嘅啦。